整个安娜奇系列都在讲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关于暴力，关于你不情愿的事情，然后你必须忍受，你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要做，然后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周遭的事情这样子。因为整个安娜奇系列，它有舞者必须要具有很强的激励，然后很强的那个处理快速的能力，然后跟预防受伤的能力，所以在发展这个身体的状况下，我也在发展这个主题，是说，在人在面对这样子的压迫的时候，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